品生，老板，大家好。品生啊，已经有几年没有这个所谓的尾牙了。大型尾牙了，这三年真的是含辛茹苦啊，对，快要当韩式了。红，你这套西装穿了六年就可以出来，但是六年还是红彤彤的，很漂亮呐。而且它随着体型的变化，虽然有挤的有点挤，有点崩。他还是硬挤进去，哎呦，还是 OK 的。他的情况比较尴尬，等于是瓜牛长大了，但是他的壳没有变，并没有长大，而且穿的跟我们今天第一套服装很接近。哎呦，我觉得他想加入了。色陪你来讲一下，他在品生，品生啊，老板，色大哥，哎，跟各位报告，是，这个就是观众永远想期待，平常看不到的，对，这个女神下凡呢。他们还赋予这敦煌女神是会飞天的，对对。你们去看过那个壁画的话，刚刚他们就有飞起来，有呈现出来，而且有满满的感情，那个笑容啊，满满的技巧，哇，这个舞姿的技巧，这个是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会一用再用，续用，会推荐，因为他们一定很多的舞码，而且很适合做开场。来，你这个比较精准，因为我们公关公司要赚差价啦，对啊，我这个算成本价。这个至少我看哦，因为我也报时的，为了贵节目，这个五万成本要五万真的 OK， 这个每个人都是这么的啊。如果有额外要求，比如下来进个酒，加个一万是应该合理。好，来，用人数去品称，我给这个金额啊，是有分两个项目。一个是三万，还有这个设备啊，要请货车运过来，这单杠不简单，还要有人压杠，这一定有助理的，所以加起来是四万。但我要讲哦，其实这个表演呢是结合体育、艺术跟男生的一个性感力与美。对，但他如果没有表现出刚刚那些招的话，我请猛男的话，对，猛男看漂亮，猛男比较便宜。猛男，那你就怎么猛男？猛男。来评审，我的开价是六万啊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像这么棒的一个国际得过奖 ，A 五万五，我会再加一点。对，宪哥，我要讲，这要看客户推，因为这个要社交名媛，也就是大老板的老板娘。他是因为国际标准舞是在标了，对，上流社会在主流。哈喽，如果是郭董的话，不就对了？是啊，你要推这样的，那老婆本来是他的舞蹈老师，对，跳 dancer， 对，要看对象的公司去推，老板娘喜爱这方面的，一定就对了。来品声。我这边是出36000，那这个一般会邀请的企业，就是说业绩很好，蒸蒸日上嘛，对不对？蒸蒸日上，该吃太多这个虾子了哈，没关系。但是呢，有一个保险费啦，可能要为你们再加保一下。要。啊，那落来我跟他虚拟货币，这个掉下来是很不吉祥的，所以我要替你做保险。但你掉了，我们公司也倒了。哦，真的。对，其实有这样子的风险。